住温泉旅馆咯。我想这样耶，哇，还能够租浴衣，比较漂亮的，对啊，大概1000日元。温泉旅馆都会出这种浴衣，对，我们来挑我们喜欢的。你要选哪个？哎，这个你穿过了，对，所以你就不要穿这个吧，这个还是青色哎。这个花纹其实很像男生的，对，蛮中性啦，也可以啦。这种，好啊好啊，那我就这个。这也是哦。然后隔壁这边是 Welcome Drink， 欢迎饮料，欢迎饮料，而且它是可以用到10点，所以等于就是一个 free drink 哦，想喝就可以喝，好好哦。哎，这个有需要哦，有需要。你吗？猫咪机，他住的就是这一个别馆哦。竟然对，我刚有看到他介绍，他这边有写 Game Center， 我就想，是怎样的？竟然是这样的哎！那我来敲门。好，来来来，记得敲门。Open， 哦，蛮大间的嘞。我们先看里面吗？这边哇，有个这什么？那这有冰箱，可以放一些东西。我可以放行李什么的。哦，好耶。哇，这里好多门、好多门，要选哪一个？先从大门。好像迷宫。啊，被子。被子的地方。哆啦 A 梦就在里面吗？原来是这样子。要开这边了。哎嘿，哇，他有帮我们开暖气耶。对，好暖哦。所以等一下，这里有两个床跟客厅，然后其实呢，噔噔，加加，其实这里还有两张床。这个是洋室，洋室对吧？这个就是和室，和室。这里的空间错综复杂、对，我觉得好像迷宫，真的像迷宫一样。这边还有一个休息间，哇，厕所，干干净净，该有的都有，对，有点古风的感觉。这里有个把手这给那些老人抓、抓得稳稳的，对。厕所，洋室。他特地写的洋室，对，就是好洋室，所以是不是有合适吗？有，真的耶，这里竟然还有合适，是这样，对，也太贴心，还分两种，好像有听说以前其实真的有一些人家，有些人是不习惯坐马桶，哦，洗澡的吧？没错没错没错，应该是真的。哦，那这就比较简单一点。真的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OK。太甜蜜了，有火锅。是怎么样？就是应该是把你料装进去，看你想吃什么。好，猪肉。好，猪肉。我知道这边很暗，可是呢，这个房间真的很下套，这整个包厢啊。太暗了，我用手机的灯。应该也都差不多。对，就是这样的环境。这边是大厅啊，大厅都在好高的地方哎。其实我们大厅是在5楼，那这边下面是我们最泡汤会看到的，那边有一个游泳池。好
嗨，大家早安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就是一副睡不醒的脸来吃早餐。那其实是我们不知道早餐最后时间是几点，然后柜台的人还特地来跟我讲，一直到八点半，我就就快点冲下来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自己做那个三堆鸡面包，哦，一年。这问题又来了。没有啊，他说少。里面有超多格子。这是什么？我那个巧克力。完了，这个好，这是我的，都怪怪的。给猫猫吃。完了，跟我拿的都不一样。